要干嘛？异形电脑。SN 哒哒哒哒哒 S 机器的第一个英文字母，第一个字母一定就是什么东西的英文吗？啊？特价10000元，看看 news。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快点告诉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要透过捷径解谜？指南针，对，我也觉得这是指南针。看看 news 应该是指方那个吧，应该是东南西北的意思吧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指南针，没错。看看指南针。哦，方位是吗？看看方位。柜子可以按。哦哦。哦，衣架。然后嘞，我要怎么使用它？哦，哎，我不能这样用吗？哎，还是要拔掉。哦，干你他妈！你用手拆就行了，好不好？
的，一个哪呢？妈的，这个哪那么难猜啊？刀可以用在哪？啊，输入密码。这个是什么啊？然后输入这，好谢谢。这样子吗？可以撬开它吗？不能撬开它。可以剪刀，耶、！可以剪开它。电池，就哎，哎呀，看一下，不对，是用的笔记型电脑，应该不对吧？感觉应该不是笔记型电脑。这个呢？这是 CVC。这是指南吗？这指南还是指北啊？这是指南还是指北啊？6，指北，应该是指北的，好，指北的话。北的话那是 S 是 N 和指北三，然后这边有是什么三，然后南是七，来吧，北东南西北呀，东East， 这边是哦，五，好无聊。3 5 7 6，这样吗？7 6，错了吗？9 4 5 3，我错了吗？没错。东边是在电视那一边。好，看一下，这边不是北吗？谁？哦，这边才是，这边是什么？西还是东？这边是西还是东啊？哎呀。你知道这啊？电视那一边是东是哦，东才是电视。这是北是山，南是山，6 3 6 5 7哦。谁会看地图啊？奇怪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 Google Map 以外的地图。我忘记地图多少了。再看一次，3 6
不对。哎、欸，三六，嗯，五，嗯，这是六还是九？是六吧？它下面点在这来。它下面有一个点，六的上面有一条，所以是九。但它这边写一个点呢，如果是骰子的话，它这边写一个点，通常都是九啊。那它这边有画一个点啊，它这个应该是点吧，不是血迹吧？还真是血迹。西方的啊，五七，三九五七，看痕比较准。是啊，我一般玩。我刚玩 DND， 我的骰子下面有六，下面都是那边一个点，九都是那边一个点。我看到点，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六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嗯，他不知道。输入密码，密码是什么嘞？密码是什么嘞？哎、欸，我刚刚密码在哪？我先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。装电池。太。做海报的照片，那什么 SM 啊 ，SMVEMJS， SMVEMJS 是这样吗？我以为他。这样吗？黑白棋。啊。黑白棋是什么意思啊？敢看不懂哎、欸。这是什么鬼啊？一三，干，是啥小啦？二进位，二进位是什么啦？到底什么是二进位？我想一下啊，零。不是二进位，看旁边的灯，我看一下。什么是二进位？搭配旁边的灯。哦哦哦哦哦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它是两个两 B A。好快啊！等一下，两个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干！写下来比较好写啊！我开一个小啊，
看，我现在开一个 Word 在旁边接，我看一下啊。101啊，糟糕！我记好一个，马上就要点开。101100010010，好的，下一个101100010001100010011100，好，好啊，看。妈的嘞！我虽然以前是读工科的，学过数位逻辑，但我早忘光了啊！101011是哪？为什么没有101111？还是我是反过来的？我打反了。所以它是那个，它刚是亮第一个，跟亮第三个，跟第四个啊，这样不是1011吗？黑白美可以怎样？快点告诉我啊！救救我，黑白美！干你个废物！1011等于13，对啊，我记得101好像是13嘛。啊，用二进位会写不出来，要看对照图。看第一个指示灯怎么亮。这个节目跟二线没关系啊，是哦。啊，但它是亮是那两个吧，然后亮这一个，但是哎呀，多玩点黑白才对。9875看看。为什么是9875？那在亮跟暗可以互选黑白的。亮暗颠倒哦，所以要把，所以它是亮，所以我刚是反，所以它那个亮跟暗是颠倒的。哦，写出来之后再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样看才看得懂。看一下啊，这样的。最低的是4吗？不对啊，突然看不懂了。
9875。为什么第一个是九呢？看不懂为什么是9875。为什么？四个密码，每个密码上灯号亮的顺序。哇，下来值得看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我输入要在哪输入啊？四个横着写成正方形，值得看。正方形值得看，我看一下。第一个亮灯就好。不要四个灯号都看，不是看横的，是看顺序。所以第一个那个闪烁是什么？第一个灯再亮，第一个灯再第一次最后一次有亮，什么意思啊？四排叠成正方形，从上往下看。一号灯是1001，嗯？为什么一号灯是1001？哎，我看不懂哎，你们看我的 Word。写下来是这样啊，不是这样吗？把它排成直的。排成直的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所以是这样子看吗？100100。哦，是这样看是吗？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一是九日，好吧。哦，啊，七，对吧？哦，所以真的是九八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看，原来是这样看啊！操你妈的！哪边可以输入啊？只有这个吗？
金库。又是下面那个，只有这个啊，这个还可以再输一次，这个还可以再输一次，还可以再输入一次。一样用这个输入，啊！居然是用同一个东西输入，干，太奇怪了。哎，不对，哎，是在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哎，钥匙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钥匙，哎、欸，钥匙在哪？哎、欸，钥匙，我有钥匙吗？这是 USB， 钥匙，这边有什么？我都忘了，啊？啊，身上的，我身上的可以用一个吗？捅他，用那个捅他，干，这个游戏全部的东西可以重复使用哎、欸。